超开心的，因为我成了花之小亚太区的品牌代言人。现在呢，在我手里的这么一大箱，锵锵，别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行李箱，但它其实是花之小新出的马戏团系列 All In 大礼包。这里面呢有这两款的镜子，然后有六个腮红，还有12支满满当当的近光的口红跟哑光的口红。这些呢其实我之前拍 TVC 的那一天都看到过，因为我一进去哇，我以为是什么来到童话的宝石世界，然后一看到天哪，好可爱好可爱。这里要说一个，我的 TVC 29号晚8点发布，大家请期待一下。这个里面呢是有两个蜜粉，都是柔雾哑光的蜜粉，然后还有两盘12色花之小马戏团系列的眼影。这个是一个粉色的手账本，然后呢有一个红色的手账本，真的超可爱，它是磁铁的，好有分量。一开始是那种日历日记的款式，每一页都是不一样的那种，天哪，超软妹，可可爱爱的，做的好精致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只，一只呢是 M01 小泡芙，它这个包装呢上面有个红红的爱心，然后非常的精致，上面还会有小猫猫。这款 M01 小泡芙呢，它是一种奶茶色的，日常的话很自然，很好看，然后它很显白，而且它是雾面质地，非常轻薄。我给大家试一下，哇哦，那很流行中晕出来一点的感觉，我自己看镜子我都有点想亲上去，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它有点蜜桃味，哦，好香啊，闻上去很好吃的样子，而且呢它是那种雾面质地，你看起来是哑光的，它其实也不干。一猫一狗好可爱啊，看看这个红丝绒质地的，我 TVC 里面也是用的它。这只呢它涂上去非常有气场。接下来呢我要去拆一下近光的口红，看看，一个是红茶冻，然后还有一个是波波茶，哇，听名字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嘟嘟唇的感觉，试一下，涂上去我的嘴巴就是嘟嘟的，感觉冬天用也不会干，因为我是那种平时嘴巴容易干的，所以我一般都是喜欢涂完一层之后然后再涂一个润唇膏，但这个完全不需要了，它是一种红茶拿铁的那种颜色，怎么样，不错吧。我现在手上满满的小可爱，这些我感觉就是我就摆在家里都感觉心情很好。现在我要拆腮红了，朋友们，我喜欢的腮红变身器，我上次拍 TVC 的时候种草的腮红，我现在要一个一个把它拆出来，这就是拆箱的快乐。A few minutes later， 当当，我现在是宝石大亨。这个呢，我当时拍 TVC 的时候，我就是被种草这个腮红，真的，你看这个宝石切割面的这个设计，真的非常非常少女心。打开来看看，当当当当，这个呢是蓝色月光，它这一款呢里面是渐变的颜色，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它这上面的蓝色呢是可以做提亮色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当时拍摄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蓝色的腮红，简直了，这个设计。它里面呢是这个马戏团的庆典浮雕，做的也非常非常精致，哎，我简直就爱了呀！每一个这个名字取的都是很可爱，宝石罗兰，天哪，这什么奇妙庆典，然后黄昏时刻，哇，这些名字，白日梦想，永不落幕，怎么这么会起名啊？花之小，这个也是秋冬很适合的奶茶色，有没有？这个是永不落幕，哎，这款粉色，增加非常的嫩。而且它这个颜色就是不会饱和度非常的高，它是那种淡淡的，就让你打上去非常的就是自然透出来的那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好啦，现在把腮红给大家看了之后，我们就到蜜粉环节。我说了这么多，我脸上是不是都油了反光了？让我看看我们的马戏团系列的蜜粉长什么样子。大家两款，让我看看。2 hours later。这个设计也太可爱了吧，如果不是蜜粉我摆在那桌上，人家还以为是我从哪个国外淘来的那种中古的那种摆设，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古董，大家能看到没？哎，它这个有点微珠光的那种感觉，它上脸真的是一秒阳光，看得清吗？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皮肤上面有点微微的珠光，我在这个小镜子里面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哑光的同时它要带点小小的小心机，就是会让你边边的那种哑光发光的感觉。我最喜欢红色了，这就是我 pick 的颜色。这两款旋转木马81和蜜粉，你们喜欢哪一款呢？都非常的控油，太少女心了，我个人非常喜欢。最后就是我手里这两本可爱的魔法书，这其实是12色的眼影盘，让我们来看一下，打开魔法的世界。先看看这个不可思议国度，来，朋友们一定要给你们看看这个完美的包装，那种立体的包装非常的精致，哇，我都被震撼到了，这里面有
12款配色会比较跳跃系，那它除了有这一系列这里的这一条的比较日常的颜色，然后还有一些红色啊、金色呀、橘色跟粉色一些比较跳跃的，非常实用，非常适合玩妆的小妹妹。嗯，让我来试试看，我很喜欢这个亮片，紫紫粉粉的这个亮片色，让我试一下。我一般就是上舞台的时候会在这个眼皮的中央点一点这个亮片色，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别人一下子看到你布灵布灵的眼睛，一下子就是会让你的整个的妆容变得稍微的精致少女心一点。下面再看看这个华丽绽放冒险，它这个颜色呢是非常的适合日常，它这里面呢有比较粉粉棕棕的这种色调，就是非常的暖，很适合现在冬天啊、秋冬啊到春天一些颜色。它这个晶晶的那些亮片都很适合，让我来试试看。我想画个小卧蚕，直接用手指点一个这个金色的，就是上面来一点，这样子会让你的嘴巴上面也有点，看到没，稍微有一点点不灵不灵。好啦，这期的开箱呢就到这里啦，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些可可爱爱少女心满满的这个花枝小化妆品，没有任何女生会拒绝吧。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放在家里，就算我不用它，我都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这种摆饰品啊。这一系列呢都是花枝小新出的马戏团系列，所有的产品都在这里了，然后还送了一些小镜子啊，还有手账本啊，啊，送的赠品也是非常的诚意满满。我们的国货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花枝小新出的这一系列，然后多多支持花枝小，多多支持我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Kiki 徐佳琪。我们下次见啦，拜拜。